刚才狗狗是这样玩桌球的，是要把这个球推进袋子里吗？我尽量。我推，走你！耶耶耶！球进了。而奇葩狗狗却是这样玩桌球的。一失足成道再冲啊！救命啊！快来救狗啊！天才模特是这样走秀的，这 pose 来得猝不及防。而奇葩模特却是这样走秀的，脸呢？这样的时尚我完全不懂啊！天才是这样跳水的。这样的高空跳水我水土不服，就服你。而奇葩却是这样跳水的，遥远圈准备，我来啦！入水姿势满分，水花吗？零分。天才狗狗是这样玩转 cosplay 的，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猎犬？请问今天打猎有什么收获吗？而奇葩狗狗却是这样的，海燕呢？这长眼睛了。这经典的台词，这熟悉的装扮，这独特的肤色，难道你模仿的是独得皇上恩宠的咖啡？真是毫无违和感呐！天才宝宝们是这样拔牙的。Boom! Is there a sign? There